浪花啊，你猜要什么？我们应该在中间放个牌子，在外面等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要留一个人排队拿就可以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蛋黄的帮你放上面，135。好，蛋黄的在上面。对，有蛋的在上面。好，好，经过好，谢谢。嗯，65块，谢谢。两个蛋黄，要什么？啊，当天两个蛋黄来60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各两颗。好，现在大满贯。